部、金刚部三部的冥王啊，这总咒，这个咒语是一个总咒，也是很重要的。啊，他这个颂哦，第一个字，众阿阿弥达巴瓦，一巴瓦哄棒，那么罗那扎呀呀，那么真扎别扎巴那呀，玛哈要擦西那巴达呀，嗡松巴尼松巴哄，个哈那个哈那哄。格哈那巴雅，格哈那巴雅吽，阿那雅呼巴加语，毗诺诺扎吽班梭哈。啊，这个咒啊，是属于续钵十方一切摩爱的咒，这是三部冥王的密教总咒。啊，这个咒语是比较重要一点。因为这个咒仪用金刚结可以绑、哦、是活部也通用了，金刚部也通用，莲花部也通用。那么再来讲金刚墙，你用金刚结，你知道坛城用金刚墙轰起来，墙就是这样子翻上来就是墙，然后把金刚结、啊、翻上来就是变成金刚墙。金刚墙，你知道什么是金刚墙啊？印印东方，东方就变成一道墙；印西方，西方就变成一道墙。东南西北后，全部变成墙，然后把整个虚空通通给它关起来，无形的墙，把这个坛城通通给它封起来，就是金刚墙，任何魔都不能进来的。当然也有他的咒语去加持。这个颂啊，这个咒语我不用念了，你们念就好了。啊，这个赤江结印二大指向上立，四为强印颂啊，干脆念一遍好了。那么诺那扎呀呀，那么真扎别扎班那呀。摩哈要擦西那巴达呀，德亚他嗡萨诺萨诺别扎扎卡诺哄棒，这个就是加持金刚墙，想金刚墙围绕无少空虚啊，就是这个墙围绕通通没有空虚。再来，金刚网，你想金刚结。金刚墙，什么是金刚网呢？摇一摇就变成金刚网啊，摇一摇就金刚网，呼一口气就变成金刚火，烧在这个网上。以前我的师父就是这样子教的啊，我到现在还印象很深。这个在送这个金刚网，那么若他扎呀呀，那么真扎别扎巴那呀，玛哈要擦西那巴达呀，唵比布诺擦别扎巴尼哄棒，这个就是金刚网啊，把它观想成为一个网，那么网上有佛，佛怎么来的？结佛印。结火印，化就是火啊，这两手这样子，指头啊，你们在看那个这个什么孔雀王啊，里面发出这个火，哈呼一口气，这个火出来染在指头上，烧出去，这个就是火印啊。啊，然后结，你不是结金刚网吗？结金刚网，观想成为网吗？结火印，化，就是整个网上都是火。
这个就是金刚佛啊，金刚佛王就变成金刚佛王。这个咒很长，最后一段呢，想强各方火焰，直燃周边而为结界啊。大家看了这个就知道了，先结先洒净自己，再洒净坛城，再结金刚结啊，力结，再结金刚网啊，再结金刚墙，再结金刚网，再用火，这个就是结界啊。你不要笑哦，我告诉你哦，这个很好的哦。哦，不过啊，你们一定要用意念，要加持咒语，要把咒语加持，用意念，用印。所以密教里面呢，三个法缺一不可，一个咒语加持，一个结印，一个意，用意念。你看那个金刚结，大地力金刚结，摩薄在结上。金刚墙把自己的助手完全无形的轰起来，没有空隙。金刚网也是一样，跟着墙一样布满。金刚火，火然都不能进来。那以前我在巴拉，我在巴拉住的时候，刚到美国来住在巴拉，有一个病人很严重的，十几年不能睡，就是吃安眠药也没办法睡。他身上附着魔的啊，来找师尊，师尊跟他治，给他加持念咒给他治，把那个魔赶出来。晚上睡觉我在自己家里睡，诶，我给他赶出来，他就认得我了，他就找来找我，跑来找我。别的法师这一下已经死定了，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治病很简单的，经常会惹到自己身体来。他来惹你也还好啊，师尊是一个真正的法师啊，是一个真正的上师。他来惹我，我知道，因为我只要稍微要睡了，他就来给你这里捶两下。敲两下，真的给你敲两下心脏，嗯，你就醒过来。好，我再试着睡，他又来给你动两下，快要睡着，他又来给你动两下，你又醒过来。我就知道这个来了，找麻烦。然后我不怕的，因为师父教过我，所以我不怕。我马上做莲花观想，我整个床啊就化为一朵莲花。化为一朵很漂亮很漂亮的红色的大莲花，那么我睡在莲花中间，我呼一口气，吸一口气，呼出一口气，做水观想，出来变成香水海。在这个莲花的周围啊，变成很广大的汪洋的香水。我睡在莲花中央，那个魔来了，魔也很厉害，一看哇，汪洋大海进不了身，没有办法过去，他又睡在这个莲花里面。那魔怎么办呢？啊，他也很厉害啊，他好像电影一样演啊，他也来一个仙变成一条水蛇啊，他变成一条水蛇，他由这个香水海这样子游过来的，游过来。我的脚啊刚好伸在莲花外面了、啊，他咬我的脚啊，他那个小那个水蛇咬我的脚，哇，咬我的脚，我那个脚有感觉的，他咬了一下马上有感觉。我说哎呀，马上整个莲花整个香水海都不见，我都给他摇醒过来。我知道这样子也治不了他，所以那个魔是真的很厉害。但是我这样子做，我就知道那个病人失眠的这个症状完全好，完全都好了。
为什么我会知道呢？因为魔只要来找我，那么这个病人就绝对是好了，魔才会来找我。他假如还在找他，那